哦，昨天晚上回来，其实买了点东西，就已经知道美国最近的这个通货膨胀很严重。印象上一次来吃越南粉一碗大概多少钱吗？三年饭钱。5-6块吧，好像。六块吧，六最最多7块在 Las Vegas， 对不对？对。我们看价钱。13.5块的。两个人吃了快40块美金，1200块台币一个早餐，而且都是很平价的餐厅。而且其实真的是美国人真的相对平价。我真的，我们这一趟回来不是真的不是山珍海味大吃大喝，真的是吃一个怀念。对，平常我们这样的消费，以前我们两个来天的吃早餐大概20块。美国的 7-Eleven 也是我最爱的地方，然后我尤其爱吃，好不好？我要吃。这个1/4磅的热狗还在2块1毛9。你要买这个吗？你确定？好了，不要喝这么大。啤酒。我们喝1块6毛9。也很大，你确定？我要 super。OK， 好了，就这个。这个价钱没有变过这么多年。7-Eleven真是个好地方。各位朋友，敲碗的全素分离豌豆蛋白粉总算上市了。凯嘉伦跟 Pure Nutra 合作的，我们一起监制联名的产品，现在在下面的连结就可以买到了哦。我最喜欢的两种口味，一个是杏仁，一个是抹茶，每一份都可以提供25克的蛋白质，之外还添加了 GABA 凤梨酵素跟很多的微量元素，让你训练过后的肌肉得以补充。这一批数量有限，所以朋友喜欢的话，动作要快哦。今天是我们的确实的第三天，昨天晚上很惨，昨天我们又8点多9点就要睡晚上，然后凌晨3点钟我们两个就全醒起来，看了凌晨4点的洛杉矶，5点又睡着，好吧，现在继续进行我们的探索，怀念美食之旅。早今天午餐是什么？韩国料理。韩国料理台湾没有？有啦，跟我讲。好了，但这一间是你喜欢的，好，出发。要把汤喝完的开嗓，加油！我们准备要出发去下一站 Venice Beach， 今天该好好的去开练一下，等一下练背练二头，加油！好啦，前头那边就是洛杉矶的市中心了。其实我们住的地方离洛杉矶市中心大概单程距离就有30到40公里。那我们要过了洛杉矶的市中心，再继续往西开，一路下去就可以到海边 Santa Monica。 那今天去海边，顺便要当然看一下我们叫做 The Mecca of Bodybuilding， 就是 Muscle Beach， 肌肉海滩。但是我是不会去 Ghost Gym 啦，因为今天我要去看我一个学生，他2年前在台湾是我的1:1私教的学生，然后后来娶了个美国老婆，他就在去年搬来美国，来这边本来是一个电子的工程师，就变成一个健身教练。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来这边当健身教练。我们现在目前这条高速公路叫10号 Interstate 10，我们最西边从 Santa Monica 海边一路，如果你要去佛罗里达的话，可以一路开到底，总长大概是2000多英里，3200多公里，开个3天4天不眠不休，应该也就开到佛罗里达。3天吧，不眠不休，中间如果你要停停吃吃喝喝睡睡的话，可能要开个6到7天就可以开到佛罗里达。所以十号高速公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常常啊，十号高速公路其实是我们平常在洛杉矶生活算是最常用到的一条高速公路。尤其你如果是在华人圈附近前头那几个城市啊，靠近东洛杉矶的，不管是在 Monterey Park 啊、San Gabriel、Arcadia 会比较北，离到210那条高速公路比较近，所以不然的话，十号高速公路会是最方便的一条高速公路。就随时都在塞车。随时都在塞车。现在是下午1点半，车子也不少。我每次看到这边右边这个 view 就觉得让人觉得很舒服。Downtown LA baby LA。OK， Pacific Ocean， 太平洋，海的另外一边，直接过去就往台湾走，右边就是那个 Santa Monica 的码头，
欸，这里还不错，这边停车才10块钱呢，停到饱哎，不算贵耶。哦，以美国现在物价10块钱停车，你可以去这边玩的话，那真的还算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在租那是电动脚踏车吗？现在，哎，美国现在开始有，这是电动滑板车，对不对？啥车？哎，这边还有乐团。啥车？嗯 ，Santa Monica。Yep。好啦，我们现在往南下去，顺着往南下去就可以到威尼斯海滩。哇，这街边都是，这住在街边的 homeless 人。哦，这附近开始出现，你看美国的经济真的不好，好多 homeless， 感觉到很多人都已经住在街边了。哇，直接搭帐篷，哎，这边住了不少哎。哇，真的住了不少。我看警察也没有办法管这些人了，现在。这个就是 Ghost Gym， 来。哇塞，看到没有？看门口这么多 homeless。对，现在很多很多无家可归的人。都在这边，所以你看一下四周围的环境，你可能会对于这个健美的圣地金牌健身中心有一些憧憬，但它的外面长得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有很多的职业健美选手也还是必须要来这边朝个圣过个水，不会遇到 Charles Glass。 美国细节教父。然后再我们看看街边，这是街边人住的，就住在这里了。所以对这样的治安，其实你也是会有点担心的。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到 Venice Beach 应该会看到更夸张的景象。这里就是有名的威尼斯海滩啊，这地方等一下你会看到篮球场，你会看到很多人在溜冰。我们之前不是有带那个跟红跟周杰伦啊，我们来这边打过篮球。OK， 我记得我们上次就在这个球场打的球，对不对？嗯。大体，你还好吗？好，还好。哇，最有力气的就是跟红啊，在拍啊，对啊，我们好得很，差板会，在这老来，还有周杰伦，不是啊，很多球啊，这样过来我根本是妈的日食啊。OK， 这个以前他写的 Stadium Seating Donated by Joe Weider，前面有一个小的影院 ，OK， 然后后面有很多的座位。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当年的乔韦德，他占据旁边就是海了，很明显嘛，哈，对不对？我们这样一转过来，这边就是肌肉海滩了。但现在的肌肉海滩其实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它的器材全部都换新了。嗯，哦，对，以前不是这种材质的。哦，以前来是全都是生锈的。然后我现在不知道进去使用一天是多少钱，反正等一下我要去我学生的健身房练。那你如果是夏天的话，你就可以在这里。哦，你还记得当年阿诺跟有没有？有一张照片像这样子，对不对？他们两个站在那个网子前面。嗯。那我记得当初跟带刘畊宏跟杰伦来那一次的时候，好像入场费是5块钱还是8块钱吧？不知道这么多年下来价钱有没有改变。嘿，一天10块钱，其实还是不是很贵。那这个地方其实器材真的不需要放太好，因为它在室外，还是很容易生锈了。虽然这些是新的，我们可以看到该秀的地方也都秀了，毕竟在海边在户外没有办法做太好的照料哦。这边的重量训练也变成所有都是最简单的一个器材的制作的方式，然后杠片全部在里头。好吧，这个就是著名的肌肉海滩，还有这边有一个舞台，要感觉一下站在这边，是不是 pose？OK 啦，就享受一下这种健美舞台的感觉。OK， 所以你看这个一条街上都可以有吃有喝有玩的，全部都是吃冰淇淋，一路攀过来，有没有？汉堡、披萨，隔壁直接接大麻店。对，因为当你抽完大麻之后，上面的汉堡看起来很棒。直接抽完大麻之后，你就很饿，很饿就可以来吃汉堡，吃完汉堡可以吃冰淇淋。美国人就是这样胖的。好啦，我们要去，早上吃了很多哈，那我们要找我们的朋友去健身去练一下。好不好 ？Let's go。怎么样，凯嫂？嗯。
这一次再回到 Venice Beach， 这个我们的 trip to the memory lane，记忆小巷中，跟以前有没有什么一样还是不一样？是啊，是来可能好一点吧，比较多家庭啊，不过周间感觉需要注意一下治安问题。今天真的没什么人哦。对，你会走的有点害怕。真的啊，你刚刚有害怕？有啊，就连站在我这么强壮的男人旁边，你都会害怕吗？还是要注意一下。是哈、哦。对了，我觉得如果朋友们自己，尤其你不是当地人，是观光客，从台湾来美国玩的话，美国最近尤其在这两年的种族跟治安方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刚刚不要太招摇。对，你看我们就穿阿鲁就很好，你不要全身是什么 Gucci Armani， 那这样就很明显，人家不抢你要抢谁，对不对？我们一身阿鲁，就人家觉得露一点肌肉出来，要抢他还要考虑一下。走吧，我们去健身。好了，这里就是 LA Fitness 的里面，这一间 LA Fitness 还不是很大的落地窗。OK， 然后我的学生说他在这边已经上班一年又四个月。你说你以前做什么工作？在虾皮啊。在虾皮。对，然后变成教练。对，都我害的。当教练还开心吗？指点了我一条明路。你喜欢吗？喜欢，开心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好不好？健身就能改变人生。那既然这样，教练，今天我练背，我跟你练。我跟你练。我两年没跟你练了。你不要跟我练。我还有时差，好不好？ Okay. 走，我们去练背。Okay. 现在下午四点，是不是？对，差不多十二点到三点是最早的时候。下午三点以后人就多了，你们这边人都不上班的吗？这附近是有钱人区，是不是？大家都 work remote， 旁边那一栋是 ES Sports， 右边那一栋白的是 Nike。这一区是有钱人区耶，我的天哪、啊！你看他这个时间，我很少看到三台史密斯三台都满，我也很少看到，几乎没有器械。我刚刚去看过雅琳区、我刚看雅琳区没有一个板凳是空的，我的天哪、啊、OK， 都两年没跟我练，还好吗？又折磨人，什么东西啊？我以为你很怀念这样的感觉，怀念被折磨啊。是哦，今天背跟二头还 OK 吗？举不起来，还好水平通的，要不然水平都拿不出。真的，好了，那等一下，我们既然在 Killian 家附近，今天晚上就不跟我老婆怀旧，我看她要带我去吃什么东西。行 ，Let's go。OK， 走啊。25-40年不等，所以对面是可以买卖，但这边是出租的。对，这边是出租的。你家这个apartment看起来很棒哎，1000尺，$3,300，差不多，就是99,000台币， yeah. 就大概20平左右。嗯、我的天哪、啊，美国的消费、欸，看起来可以耶。晚上冬天有 jacuzzi， 有那个热水吗？哇，晚上下去也泡泡热水。好啦，这边有个小客厅，还有一只小狗狗，喜欢它吗？所以，在台湾，宝贝啊，在台湾像这样子的一房一厅，大概台北市可以租到多少钱？5万。台北市。但这边我觉得，我有一个朋友，算了，不能讲他。我们之前在信义安和租的，绝对比这个小。是。但是它是两房一厕 ，right？ 但它另外一房可以小到、okay. ，we don't use it， we just put shit in there。然后，所以。3万，那还是1000块美金啊，对啊，所以看起来有这么大了。这是一个客厅、饭厅加厨房，然后里面是人家房间，我就不进去。房间另外一半大概也这么大了。OK， 好、哦，各位朋友，美国的通货膨胀真的很可怕，好吗？不要以为赚美金就很厉害，赚美金花美金更厉害。豪华公寓除了里面很豪华之外，它一定还有一些设施。你觉得一个月
conference room 会议室都可以用的，对不对？健身房它一百零到五十磅可以了，然后加一台史密斯，跟一个 cable， 那它 cable 还是 techno gym 的哦。这个你在皇家是不是有一台这个？这一台就是不用那个动力的那个，没有没有，它没有没有那个喇叭，要自己跑起来，你自己跑起来对。哇，泳池。这边可以烤肉。哦，所以美国的 apartment 你看，就住在这边，为的就是整个社区的环境跟设施。好吗？我们去吃饭，走 ，Let's go。The new American restaurant， 它不是普通的 American restaurant， 所以它会有一点 fusion 的感觉 ，and their 菜单跟以前不一样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新美式餐厅。所以 Kara 刚刚说是哪个好吃 ？Avocado toast， 还有一个 calamari。The fried calamari。Fried calamari。就是炸花枝啦，哦，丢啦。Arugula and avocado salad. So far, can I grab you anything?Very good, thank you. Arugula, 芝麻叶，就芝麻叶跟一点番茄。上面那一坨，那一坨绿的是什么 ？Avocado. OK, 洛里。这一坨看起来很健康。It's very, it's one of my favorite salads. 太棒了。所以以后吃东西跟你就对了嘛。No, because then I'm eating these a lot. 你都吃这种。OK， 所以美国餐厅就是吃汉堡啦，吃三明治啦，吃汤啦，然后吃沙拉啦。那这个为什么是新美国餐厅？跟以前美国餐厅有什么不一样？说了一个是 fusion， 对不对？用要 with Cantonese accent， fusion， right？ 有广东腔嘛？ Very fusion。 What is so fusion about this course？ 因为它。还是 an American food and ingredient， 但他们会 tweak make 一些 tweaks， 我不知道 tweak 什么叫什么，小改变，有些小改变 right, to the original stuff to make it new， 像这个 grilled cheese 里面，它原本就只有面包跟 cheese， 就是这两个，以前是面包跟 cheese， 现在变面包 cheese 加 avocado， 还加上了洛梨， yeah. 什么都有洛梨。Yeah. 然后你说以前的沙拉是不会有这个芝麻叶的， no, 之前很少会有 arugula 芝麻叶 option， just 芝麻叶的沙拉。New， 然后刚我们吃的 avocado toast is not here anymore。啊， avocado toast 那个也是很新，在全部东西吃光光以后，不是我给的，不是我给的。对于美国人来说，怎么可以全部吃光光就这样子呢？一定要有一个点心。只有今天吗？对啊，通常都不吃甜。真的只有今天吗？看着镜头说只有今天。只有今天。啊，第三天的晚餐也结束啦，谢谢 Killian 跟 Kara。带我们来吃这么好吃的美式餐厅 ，OK， 准备回家，明天继续吃。在美国的真的是每个城市不一样哦。刚刚离开我学生的城市，他们那个城市真的还不错，叫什么 Playa， Vista。Playa Vista， 现在我们就到 Downtown LA 了，然后快要上高速公路了。你看看右边那个那是墨西哥的那种汉堡跟 taco 店，对不对？就总觉得这边的街道感觉起来相对不是这么的安全。晚上一个人站在街边还挺可怕的。等一下左边上去就上高速公路，我们还是往我们熟悉的地方开好了。好啦，明天见啦。阿如，给你满满的自信，夜晚的自信。